再一次。闭嘞！你有没有在放啊？不然我就一直跳，你快点。好，等一下、哦、你一直跳，然后我抓时机。有差有差，总会有一个时机对吧？这中间是对不到，完全放不了啊！真的假的？哎，怎么办啦、啊？好，一、二、三。嗯、还是没有。好像不行。对不到、哦，真的假的？好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这太蠢了吧？超蠢的啦！你们在干嘛？等一下，哎、欸，各位观众，稍等一下啊 ！No， 等一下，不要闹我，不要，你就往上挖，不是，哎、欸，就挖一条路下来不就好了？稍等一下。有时候上课会想要摇好呆，嗯、啊，为什么？因为摇原本就很呆啊。谢谢哦，不客气、啊，这是对我莫大的赞美。你还在那边偷切？客气。我偷签，哎、欸，等一下，林奇，你上来了吗？你是不是上不来？我刚刚在往下挖。哎、欸，你又往下挖、哦，哇！对啊，就我刚才想说挖一条往上的路。现在林奇好像变形，好像有点变成三角形了。两个三角形。你要往下、哦，这样讲你也爽啊？没有，我没有爽、啊。你要往下、哦，你刚刚还有很那种很爽的声音说两个三角形。好，我们跟着林奇探险，我就会找到新地方。这种冒险家精神是我。稍等一下。只有一个。哎、欸，我听到骷髅弓的声音。真的吗？奶油，你关了，我没空啦。骷髅弓箭手的声音。你有听到吗？而且还有好多史莱姆的声音。没有哎、欸，你再挖挖看，你可以听音辨位一下。是不是声音？你是不是声音听不行啊？我声音音感超差。你有你是戴耳机吗？对，等一下。那你应该听比较清楚，因为我是用喇叭。我姐抛下我一个人回台湾了。那你就再飞回去找他，在哪里呀、啊？安南，哎、欸、有哎、欸，我观众也有听到哎、欸，听到了吗？是嗯，在哪里呀、啊？我觉得好，你要不然你往左，我往右。好 ，OK， 菱形渐渐变不规则型。哎、欸，奶油我不行啊，看老师在开台啊，奶油。他干嘛？奶油要干嘛？要开会啊！叫他们先呗。开会？开什么会？不行，我是主办的啊！对啊，看你都没来。哎、哦欸，等一下，哎、欸啊，我人在学校哎、欸，我怎么去？等一下，那个等一下再讲，等一下再讲。嘘。我挖到黄金了。你挖到黄金了？怎么这么快？啊，结果有找到怪物吗？还没，但是。嗯，应该是有靠近吧。你那边嘞？哎，我这边也离蛮近的。等一下再讲。嘿，看奶油他都公布了，你知道吗？等一下再讲。哦哈。哎、欸，我这边有听到蜘蛛的声音哎。还是会不会你那边比较近啊？啊？我这边现在比较没什么听到这边。好像离我比较近一点点。好，那我过去你那边。哦哈。好啊，你来听，说不定你一过来听，然后女人的直觉又找到了。不要乱讲，又女人的直觉。对啊，这边离我这边比较近。你看，这里吗？你注意听，真的有。可是这边，哎、欸，对，这边也有，所以应该要再往后，但是不是这边的怪物？这里吗？对。破一个，差不多。哎、欸，有，好近。有，听到，哎、欸，僵尸，有僵尸的声音跟史莱姆。哪一边啊？ Okay. 哪一边？哎呦，等一下啊！好，哦哈，左边吧？左边吗？哎、欸、哎、欸，好近！我听到那个僵尸。左边吗？要不然你往左，往右。好，等一下，你先往右挖。好，我往右。不对，我觉得是在左边哎。哦哈，哦哈，哦哈。哎，我的铁镐爆了。好，给你。你铁镐怎么那么快就爆了？因为我一直在挖，哎、欸，好近哦！好近，真的很近，我有听到。在哪里？怎么都没见啊？会不会是上下？上下吗？摇，你知道羽毛可以怎么做吗？羽毛打鸡啊！啊，鸡已经绝种了。靠背，所以没办法做箭哦。没办法。线可不可以啊？可以啊，可是一样要那个、啊。我觉得好像。是不是真的在下面啊？哦，我要去探险。上面，要不然我往上挖。嗯，好，你往上挖。哎、欸，有，啊，真的，有了。哎、欸，走开。哪里？等一下，先不要过来，我先上去看看。
啊，不然这样挖好了。我好像听到古力帕的声音。在哪？这里。哦，你往上挖。哎，有枯光。哎。让我来。哎，黑鱼，你那边。练去 RC 了，练去。让我来。哇，英勇的黑鱼啊！让我来，太多了。很多很多吗？哎、欸，僵尸的。哎呦！你不要，我劝你不要站我前面，我钻剑打你，好像你就死了。啊。让我来。吧，英勇的勇士们保护我。看剑人。哦，真的有新地方哎，来探险喽。Creeper。打掉了。我缺一些火药，我需要它。你为什么是需要火药？哎呦，我还想要做一点。哎呦，好恐怖哦！嘿，这里好恐怖哦！哇，不愧是菱形啊，射不到我。不愧是快要变成圆形的菱形。黑猿啊，你黑羽他妈的还打错啊！兄弟哦。哎呦，疯子，你在干嘛？我现在点亮这边。哎呀！不然炸飞了。哎、欸，我一直受到攻击啊！你们怎么没有人保护我？等一下，我去吃。好，我来了，我来了。啊！保护你，哦、保护你，来保护你！哦，打死他！哦，我快要哎、欸，我打死了！我快死了！我先挖一下铁。哎、欸，好多蝙蝠哦！我没有作弊！我先把这边点亮。哎、欸，瑶，不行啊！既然瑶把你永 ban 了，那我也没办法。真假的？有人被 ban 了？对啊。那、啊、是不小心的还是？哎。我不知道，基本上我不会ban人啊，然后我的 mod 也是因为有违反规定才会 ban 啊。对啊。哎呦！有啊，上次拿铁就误 ban 啊。女人的新地方，哦，女人发现的新地方。你刚刚是说，女人？我说女人。你刚刚也好像有讲到奇怪哦。哦，这边好恐怖哦。这好恐怖。真的哇，新地方哎、欸，没来过哎、欸。安安。可以喵一声吗？可以啊，喵！哎呦，真讨厌弓箭手、哦。那不是弓箭手，那是骷髅弓箭手。一样啦，是不是弓箭手？他拿着弓嘛。啊，是不是骷髅嘛？啊，是不是弓箭手没？他在弓箭手前提下是不是骷髅嘛？我要打爆他、哦！打爆他，拜托！林星头上插一根剑。你们身上更多剑、啊。真的吗？女人，我是说女人，我不是说女人，我说女人。哇，太多蛇魔了！黑羽可以高歌一曲吗？可以啊！不要 ！No！ 拒绝！这边延伸到我们好像你们有逛过的地方哎、欸。真的吗？对啊，就我沿着水爬上来。哦、我想要先把水堵起来。啊，不然你先。然后我在找它的源头。好啊，我来玩啦。OK， 安南。哎、欸，哦，对你沿着水上来。哦、oh, ，真的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哎、欸，瑶，这么感慨、啊。我们有要规定开到几点吗？没有啊，一个小时吗？补偿上次。好、啊，十二点来啊。真假的？所以我们的确都 OK 啊。可是你 OK 吗？你没有要上班吗？如果我要上班，我现在就不会在这里了。OK。哦，对。那你就尽情的玩吧。假赛，叫假赛啊。林星有你后面哦，会。他们两个在。林星，你后面有黑鱼。的确是啦，没错啦。谁保护了你啊？我没有说什么，我说你很英勇。谁保护了你啊？又高 又大，不是？什么？你又高又大？你在讲什么啦？我说又高又大便。我是想说又高又大便，可是我觉得想算了。那可是你讲出来又高又大，你奇怪。讲到大就停啊！对，不要讲到大就停啊！不要，又大又大帅哥，大便。黑鱼是个大便，上面还有撮红毛。你下次就不要叫我救你，小心眼呢、欸、吼！下次就看到他们打死你，我再救你。女人神秘的力量，白痴！你看多小孩子气，嗨！我就是小孩子，我就小孩子。你不要，哎、欸，你这很幼稚。林星已经，我刚好射中你的心脏、欸，我已经跟林星走散了，我不知道林星。哦，我的胸口不要陪他一起中二啊！够厉害，你现在还好好走路，你够没？我没有啊，我现在 no， 哎呦，那你今天想要做什么东西？嗯，你说今天在你们家吗？对啊，不然在你家做家吗？做盖家吧。你要盖家好啊？那你要做的比艾伦还要好哦。哦，他还说他是
他说他读设计系的，哇塞！可是我超不会盖章，哇，好烦哦！我的观众一直把黑的雨打错，打什么雨？可是我这边都答对，我这边打下雨的雨，就是打那个一个女部的雨，阿爸就打给雨的雨，我靠！女部的雨是哪一个雨啊？一个就是人，就是一个女一个的雨，一个类似那个雨，那也好像谚语。黑雨纯美的那个鱼啊，黑鱼，下面是天然地，想要做的做的，我觉得一半一半吧。这边你们是不是有探索过啊？没有，那是我刚走过，那是我刚走过去。OK。那就差了。哎，所以这边哎，天哪，三个人这么快就把新地方都探索完了。Yes. 没有没有没有，因为我刚刚是沿着水上来，所以你们下面应该还没看完吧？下面还没，哎呦，哎呦呦，哪里啊？哪里？黑鱼啊？不是我。不然哪里？哎，这个吗？这个吗？哎，你确定要跟我 P？ 确定？这是黑鱼，电打死你！可以讲，这边有那个哎，工作箱。那是我。工具台。工具箱。工作台。工干嘛？工具箱跟工作台差很多嘛，不是差不多吗？这好像是工具箱。哎呦！哎呦干！为什么死掉？你非常好。为什么死掉？为什么死掉？我本来想，死定了，瑶，你死定了！不要用我，不要用我！啊，黑鱼怎么会死掉？不是因为我刚买了，偷偷摸他一下，我就他就死掉了。你死定！不要用我，不要用我 ，No！ 哪里的？死定了！不要用我，不要用我 ，Please！ 我要干爆你！真的、哦？这边好多那个。他不见了。铁矿，我监督你挖，给我挖。我在挖啊。你头上也插一根剑，手上也割一根。不是啊，这是哪里啊？有人说菱形后脑三支箭很可爱。你就走一支、欸。有，你有三支。现在只有一支了吧？哦，没了，消失了。你们两个现在是怎样？啊 ！No！ 不要啊 ！No！ 不要！救我！哎，我要看哦，没有看到。他死了，来不及了。我还他刚刚躲我，他还边躲边补，然后我就跟过来，然后他就跳下岩浆了。哇，好猛啊！这种人就是恶有恶报的。No！ 看我追杀他，追杀他，都掉到岩浆里面死掉，这真的有点残忍啊。No！你超坏！你刚是用 TP 吗？还是你自己追过来的？那我自己追过，我慢慢他自己追过来的。我看着他追过去，我看着你的名字，我就干掉，我在这边、然后他就死了。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嗑药？我真的觉得你嗑药。你想被推下去？不是啊，你今天真的怪怪的。哎、欸，你今天真的怪怪的。我不是在说你有病，我是在关心你，奇怪，关心你也不行，真的太过。谢谢。我觉得你很过分，你都。都关心你都这样子，谢谢。安南，我都送你生日礼物，你都不送我啊！我还画图嘞，对不起啊，对不起有用，关你屁事哦！哎、欸，干，关你屁事哦！收起来，我安旭，你刚刚是想要引燃我吗？你过来啦，你过来啦，这边有水啦，这边有水啦，你在干嘛？后面啊，干嘛？哎呦哦，不好意思。啊，算了，我不会再救你。我真的觉得我人太好了，都这样子在那边关心人，然后都不没有回报，真的太伤心了。有啊，我送你礼物啊，送礼物、哎、就 OK 了吗？你要什么啊？啊，救我！你在笑我啊？好啊，打架啦！你在笑我？刚骂我一拳，我还没回报你呢。哎、欸，没有，那个我已经死了，不算，这是你自己点进去，我没有害你。自杀的？没有，我没有害你，我没有害你。我跟你讲，那是因为我跟你追逐，我跟你追逐途中跌进去，所以，哎、欸，我身上装备，你不要闹，你不要闹。林夕，不管我哪。等一下，我根本就不知道你们在哪。我找林夕，给我呼呼。呼呼什么？大作你这么公关，你在哪？啊啊！我要被烧了！啊啊！差点就掉下去！哇！白痴！哎、欸、呦、你差点掉下去，你知道吗？这里有新地方吗？这里？我不知道，我还没看过。为什么有人在？那国外人说他喜欢 skin， 真的、哦？
可是我全身都穿着装备，要怎么看出我 skin 的？我觉得林夕，你可以换个 skin 啊，比较适合你的。哎，对哈，那个适合我吗？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更像你人设的。我就喜欢这个，不行哟。我只是觉得嘛，看我都给你意见啊。这是我自己画的呢。我觉得很好看，我觉得可以再就一个人设啊，就你的人设，因为想说你的人设跟你的、這個、有啦有啦，有粉丝帮我画。那还不换？不是啊，我换过啊，只是因为就是毕竟是自己画 skin， 还是有时候会换回来、啊。你过来喜欢自己画 skin 错了吗？哈哈哈哈哈！有什么？我还没拿到冰单呢、啊，我还没拿到冰单。我真的觉得很受伤。没有，我觉得你 skin 真的很好看，非常适合你。真的觉得很受伤。我真的觉得非常适合你。然后这个字怎么念？哎，菱形那个字怎么念？我不会念。什么字啊？哪一个字？他聊天是打那个、啊、一个女，然后一个。我也不会。妹吧。好啊，菱形都不看我聊天室，就只看瑶的、啊。我都有开着，可是因为在 Minecraft 的视窗的时候。你们两个那个聊天室叠在一起，我就其中一个人会看不到。哦，难过啊，嗯，难过，没关系。个屁啊！我还是有在你的聊天室啊。难道菱形错了吗？瑶拿到啊，瑶都当完兵了。哎、欸，好像还没，还没啊，假赛啊，还没当兵吗？对不起，我以为当兵了、欸。那你当兵，那你当兵那时候开台要怎么办？我在军中开台。那应该是不可能的事啦。没有啊，那个之后再说啊。但是遇上人生的转变啊，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找到方法，你知道吗？我不想听，我要请别人帮我带开。我不想听，我没有说我要听，拜托。我每次跟你讲都跟你心讲。啊？你说要怎样？什么？怎么啦？我刚刚没听到啦。没有，没事。你们到底在干嘛？现在林景啊，今天林景是不是有史莱姆啊？你一直挖过去应该就有了吧？啊、很多啊。就是一直听到啊，所以我在怎么订阅？奇怪，我认真玩错了吗？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 My Card 都可以。对 ，Gash 好像也可以吧。或者是你们可以汇到这个账户503001。哎，这里居然出来了！出来哪里？回到家哎、欸，这里可以回家哎、欸。帮你插火吧。哪里？这里，跟我走。我先继续挖，我先继续挖。这里。哪里？我看。对你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就出去了，就到家了。爽！哎、欸，哎呦，有那个哎、欸，哎呦，有岩浆啊，吓死我了！居然可以回去哎、欸，哎呦，哦哈！所以这边到底是为什么一直有那史莱姆？哎呦，我吓我一跳！哎、欸，史莱姆，我免疫耶、欸，干爹过胖哦。我觉得在右边，哎、欸，真的好像有。买卡150，好像比150多一点点。挖到那个了，你可能要200才有办法。那是洞吗？欸、我觉得，我觉得菱形好厉害，他每次吓我掉，他每次都会找到新地方、欸，哎、嗯，超强。等一下，史莱姆掉到岩浆里，好可怜啊！哎呦，哦，哎、欸，哇、哦，什么？哎、欸，还找到这个、欸，哎，哇，菱形，那是废话吗？对，是，应该是哦、喔，应该是哦、喔。哎、欸，菱形好强哦、喔！哎，我打到马铃薯了 ，yes， 哦。我们幸运女神哎、欸，哇塞！对啊，哇，菱形超棒！好、yeah. 啊，我们找到底了，我们已经找到底了。哦，真的假的？因为马铃薯是我们那时候一个成就，然后我们一直完成不了，因为打不到。哦、oh.。对，哎呦，超强哎、欸！碎矿是作假的。哎、欸，我觉得菱形好像那個啊欸，哎呦，哎，上面有吗？哦，上面我们去过。哎、欸，菱形，为什么这个水不会散开来？不会散开來，我怎么知道？神秘哦，我觉得菱形真的是那种野外求生专家哎、欸。哇，幸运女神哎、欸，哇塞，幸运女神、欸。对啊，菱形根本那个开拓者有没有？没有，我真的平时根本就找不到那么多东西。天哪、啊！哇塞，幸运女神哎、欸，哇塞。哎、欸，那我就直接把这些栅栏都挖一挖就好了、啊。你不能投机取巧。我没有投机取巧，就是要被、欸、靠，我游到最上面了。然后嘞？然后上面全部都是水，哦，真假的？对、啊，而且是我们来过的地方了。哦，是哦。那个地方超长。这里有很多矿物，你可以挖一挖。好，可是我没有铁矿啊。我没有铁。哇靠！哎、欸，你的铁镐怎么又没了？哎、欸，哦，我知道这里是哪里了啦。你要铁镐吗？你身上有铁吗？现在我还没有烧。
你还没有烧，那你身上有木头吗？你做一个工作台出来，然后我们现场烧一烧。好。好。哎、欸，真的，好厉害哦，林子怎么厉害？这是哪里？你是 Lucy 吗？哎、欸，哎、欸，帮我哎，干、欸、嘛啦？你往上看啊！往上看，我知道啊。可是我们刚刚的地方来不及了。哎、欸，白痴哦、喔！可是我还没有挖。哎、欸，你低能呢、欸？啊？哦，我心脏病快发作了。你可以慢慢走下去。心脏病快发作了。好累哦。心脏病快发作了。你怎么可以这样？你怎么讲的好像你要哭了一样？我要哭了，我是要哭。哦，天哪！我好不容易开错的地方。对啊，哦。像给你一个 TV 就没了。哦。没有啊，这也是我一。那也是我一开始带你来的地方啊。对啊，对啊，可是我们不是有往某个地方挖吗？那刚刚那个地方一直往上就是这里了。哎、欸，不是，是吗？有、欸、什么声音？没有，我家的车经过。我还以为你麦克有什么魔族，为什么有恐龙声？等下往哪里？画质480。你去上面看，你没发现那些水都就隔空？因为我今天要开服又开台，所以我只开480。刚刚那个地方嘞？对啊，这种是要怎么回去刚的地方？很雷哦！我知道，你得找一个新地方啊。哦、啊，可是刚刚那边还有好多田没有挖，说。对啊。这里也很多啊。不要，你屁股啦！剛剛啊。好，我帮你找，我帮你找。你屁啦！我找得到，我找得到。我看吗？好像在这里。讲讲而已啊，就。有时候开始雷了。对啊，开始雷了。少他妈啰里吧嗦了。越来越。你看那个主持人还笨啊。啊？没事。你看主持人还比来宾还雷，为什么有听到？有后面在我后面啊？哦，我看到了，我怎么还听到有人？我跟黑羽啥时当兵？我不知道哎、欸，我应该在一两年吧，差不多啊。我应该在两三个天吧。吃屎！两三个天是怎样？两三个天。你刚刚是不是说两三天？两三个天啊。他说两三个天啊。好啦，来宾至上啊。哎呀。谁救了你啊？你后面还有一只，没关系，这里可以游上去，有关系了。我黑羽必须死，对吗？哎、欸，我好像找到菱形你的地方了。虽然左边有洞有铁、欸，等一下我快挂了，没关系，跳下来。我是不缺啦，我是要给菱形去探索啊。要我年轻啊，我你不要是这里吗？哎呦！好烦啊！我只要不要跟你一样不用当兵就好。我其实我还蛮想当兵的，我觉得是男生就要当兵一次。真的吗？可是我觉得现在在台湾当兵其实有时候蛮浪费时间。对啊，因为只当几个月，其实也没学到什么。而且真的，那个真的，我说真的。然后瑶又只会买粉红色的摩托车。你假帅啦，干他什么事啊？林青超帅的、欸。什么超帅？他左胸口插一支箭，然后后脑勺插三根箭，哇塞，简直像印第安人！哦，哎，不对，这是泰山。哇，他脚下又一支箭，哇塞，不愧是他，我再帮他插一支。你敢？嗯，也只有一次，对啊，也只有一次，没有啦。你可以选择当兵之后签下去啊，你签自愿意可以等那个等退休领终身俸。哦。有人说，你知道当兵会变笨吗？为什么当兵？哎、欸，喂、啊、，no！ 为什么当兵会变笨？微信给你，什么东西？拜拜，我要睡。好，拜拜。我想性转，不想当兵。哈哈。现在女的可以当兵，可以啊，为什么不行？可以啊，女的是自愿，都有女的做比士官还大。对啊，你们忘记鱼竿那件事情了吗？白痴。哎，鱼竿星星在当兵。哦，自愿意嘛？超白痴！原来电视真的超智障的。之前我讲给展展听，他一直笑。他说：“我真的是超模。”对啊，你居然说得出。我真的不知道有一个人叫星期天的时候，真的不能怪我。没有，没关系啊，没关系啊，这里有没有关系。然后还有人，还有很多人是以为是阿莫讲的，以为是阿莫姐的精华。阿莫负责笑而已。对他负责笑，他们为什么知道我在笑？拜拜，好，拜拜。有些观众不知道，就是那种之前跟鱼竿玩游戏啊，然后鱼竿就说，我就说，哎、欸，为什么突然玩？他就说，因为星期天要去当兵啊。然后我就说，鱼竿星期天要去当兵。他说对啊，我就说鱼竿你星期天要去当兵。他说对啊，
我就想说，哦，啊、应该是自愿意啊。然后就后来开始玩，玩了一下子以后，干原有个下星期天，第一男，干真的太夸张了啦。那我也没办法、啊，我哪知道啊？没有啦，那没关系啊，只是就大家觉得你笨笨的，很可爱之类的。哦、有人就不知道啊，他、啊、就雷雷的。星期天要去当兵，靠北！还是干嘛自己讲？星期天要去当兵，应该星期天要去当兵。我讲的超惊讶的，好像星期天不要去当兵一样。每次讲真的很惊讶，说鱼干要去当兵。哎、欸，怎么办？我觉得我都在同一个地方绕哎、欸，你们到底找到那个地方了没啊？真的、啊，黑鱼真的不知道星期天是谁啊？就是那时候啦，现在知道了啦。而且他那时候还在玩的时候，他就想说什么有一个人在星期天。啊，看，我想，看。他好像叫什么 Sunday 对 他那个 Steam 叫 Sunday Ride 然后我就想看有人叫星期天我干脆直接这样找新地方还找比较快对吗我先烧我那个铁好啊没问题我对实况界真的很不了解上面就是有一些人都很有名的但我都不知道没关系啊那个我跟你说我不缺矿啊我主要是想要给零星挖啊听不懂啦为什么要给我石头、啊？哎，我刚刚看到有一只僵尸经过，然后不理我们嘞。为什么要石头啊？对啊，为什么要石头？没有，那是垃圾，那是我不要的。哦，你用石头之处挖的、啊？对啊，之前。哎、哦，然后我明明就看到僵尸在哪？嗯？等一下，有人说我决定下半辈子要扮女装，作为一个伪娘，这样就不用当兵了。不对，你还是会当啊。只要你的性别是男的，你就必须被迫去那个。你烧好了没啊？欸，你烧这么多个、啊，你可不可以烧少一点啊？我们带回家四个没，三个就好。我们带回家慢慢烧，带回家慢慢烧。好，因为我想说，这里，林星这里，我想顺便做个装备，等我一下。哦，你要做装备哦？对啊。哎呦，真男人挖法。哎呦，是不是？好、啊，不然如果地洞探险完，那就等一下就跟林星来盖房子啦。好。内心可以把剑拔起来了，我知道怎么拔了。亲爱的观察日志，你好。观察日志，观察日志。现在已经多少日志啊？可以啊，这已经是第十三天了。零星的尖角好像越来越尖了。你去死了！我先去做一个斧头，等我一下。好啊。亲爱的日记，你好。今天是第十四天，零星好像又变回原形了。他终于越来越像个几何图形。黑羽，这三分钟我不跟你讲话。不要难过嘛！干嘛放水啦？你低能哦！不要难过嘛！我是女生，结果我用真男人挖法。真男人挖法只是一个称呼而已。等下，哎，所以瑶你要去哪里？这里，我要去哪？这里。哪里啊？这一条、啊欸？你没有掉下去，我以为你会掉下去。我刚才想要这样走过去。所以你是想要我掉下去吗？对、欸、，No No， 干嘛？哎、欸，怎么没爆？你要干嘛、啊？你智障、喔！我原本要趁他不注意弄爆他。啊啊！你有病哦、喔！哎、欸，我要离开了，拜拜。白痴哦、喔！不要乱炸、啊拜拜。OK 啦，又不是家里。家里还得了？家里我都把你吼出去了，我跟你讲。哎，你去当兵会怕捡肥皂，但是不怕我是捡别人的。天哪、啊！